小轮胎又来闯关了，啥情况？怎么这里没有路了？原来我走错了方向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我怎么还连方向都搞反了呀？哎呦我的天啊，来吧来吧，赶紧往前冲吧，抓紧闯关，因为我们时间有限，加速加速。哎呦我的天啊，这也太险了，差一点我们就掉下去了。哎，怎么这里道路又是上坡啊，而且道路还这么窄，这里居然还有一个挡板阻拦我的去路。还好还好，我挡过了一个时间差。来来，这里是啥呀？加速加速。哎，啥情况？直接掉了下去。哎呦我去，看来这里我们一定要加速了。来来来，掌握好方向，漂亮，直接到了位。来来来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哎呦我的天啊，又是一个球的宽度，我们可一定要掌握好方向，怎么又掉下来了？请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成功。加速加速，漂亮，来来来，上坡了。哎，怎么这里又有挡板呀？我们一定要掌握好时间差。来来，重点就在眼前了，闯关成功。小五妹呀小五妹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你为什么有这么多这么可爱的小英雄啊？我看这些英雄攻击力很强啊，可以射出弓箭和发出炮弹。原来这些怪物是千仞雪和比比东还有朱竹清用魔法变出来的呀，他们想用这些怪物去伤害唐三哥哥，这怎么可以有人去伤害唐三哥哥？小五妹呀，你一定要好好保护唐三哥哥，唐三哥哥是我们大家中战斗力最强的呀，他的蜘蛛魂骨和昊天锤是最厉害的。小五妹，你是我们的女神呀，小五妹呀小五妹，你一定要打赢千仞雪和比比东他们。快看快看，怪物又来了呀，这些怪物一定不是小五妹妹的对手，你一个八段摔就可以把他们摔死。听说比比东和千仞雪上次要去找唐三哥哥玩，但是我们的唐三哥哥没有理他们，因为唐三哥哥说他只想和小五妹妹玩，所以他们这次才会用怪物来伤害唐三哥哥。小五妹呀，你还有很多支持你的小伙伴们呢，他们一定会保护你，他们不会让比比东和千仞雪来伤害你和唐三哥哥的。小五妹呀小五妹，你真是太漂亮了，而且你也非常善良，你一定要和唐三哥哥好好在一起呀。至于比比东和千仞雪，唐三哥哥一定不会理会他们的，唐三哥哥根本不会和他们玩的，唐三哥哥只会和小五妹妹永远在一起。唐三哥哥前几天和我说，小五妹妹在他心中是最好的最漂亮的。哎呀，小五妹，你终于赢了。